是生态保育哦，保护绿色地球是我们台南市生态保育协会哦一贯的宗旨跟目标哦。那另外今天刚好是我们台南市生态保育协会112年度的会员代会哦，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我们台南市长哦，来为去年我们曾经为市长任内野放的11只黑面琵鹭哦，其中有3只有找到，我们今天要特别颁奖给那3位找到的鸟友，包括有 T85，包括有 S8 跟 N20，都是在市长的任内所野放的黑面琵鹭，象征他们非常的健康，飞回韩国以后再回到我们台湾来度冬。比较值得一提的就是 T85 水甲湿地的 T85 哦，水甲湿地那边第一次他市长野放了以后，第一年他就回到布袋那边，我们被我们的鸟友发现；第二年他回到北京水晶教堂那边，被我们当年救起他的黄永峰鸟友，也是我们的副总干事哦发现。另外第三年就是去年10月12号被也是当年救他起来的鸟友志工哦邱景威找到 T85，T85 已经连续3年被我们找到的，他非常健康的回到我们台湾来生活。要特别的是今年的那个四月初的时候哦，我们有在那个关庙哦。刚有鸟友发现说，我们在那个关庙的垒球场的旁边哦，那个行道树上有那个菱角香的玉杵啊。当然，我们刚好鸟友有看到这个行道树上哦，有特别把它注明说要行道树那边哦要去修剪。那如果它修剪的话，就会碰到那个雏鸟它的玉杵，说不定那个小鸟就会摔死。所以我们就马上透过那个关庙区公所，关庙乡长也非常的从善之友，马上足足那个行道树慢个半个月哦，来修剪。另外我们在去年我们在白河那边也有鸟友发现，有那个全球品尾的鸟种哦，那个小白鹅燕哦，它也飞到我们白河那边来。我们也透过白河区公所在它的栖息地那边哦，建立的一些三角锥，就阻止鸟友还是摄影的鸟友他们进去哦，他们影响一起来保护我们这个地球啊，保护我们的生态的完整啊，地球上面的生态系哦，能够啊这个啊更完整哦，它是非常好的。我今天我看到一个新闻，讲一个我觉得绿鬣蜥哦，然后这帮都纷纷弃啊，它有啊，野外生个做大只，因为它很恐龙啊呢，也比较生态也被破坏了。啊，有当遐大家开车，看到你去路边拢做八哥啊、哦，那个八哥坦白讲是外来种啊，对我们台湾本地的生态系也影响很大。